各位晚安，這幾天我病得嗨嗨，因為在很短時間之內即去了很多地方，你也知道個人一周居勞動，我自己特別容易病，在我病之前其實都有一段那些叫什麼，即你病之前是會特別有精神，跟住特別是會有體力，扯爆自己，跟住就病開始，係啊，咁但係又唔係話病到好嚴重啊，即係失聲嗰種，即係踢自己咧，夾硬踢自己都仲可以喐嘅，但係就周身唔聚財咁樣咯。咁啊，今日屋企人同我講話搞嗰啲大圍啊、荃灣啊、大埔啦，係啊。我想我都可以講翻嗰幾句嘢啦，即係其實搞嚟搞去就係一路咁搞翻啲市民，一路都係衝住啲平民百姓去搞，我都唔知個意義係咩。其實有冇人答到？即係如果你哋係嗰啲所謂啲暴徒啊，或者你哋出去嗰啲示威者，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點解要搞平民咧？即係我都唔係好明白。即係好彩我冇咩地方要去啦呢幾日，咁但係，即係搞翻啲星斗市民個原因係咩咧？即係如果你係要去，去想宣泄或者係想政府去理你嘅，咁我覺得即係去理翻政府啊，即係你去搞翻政府，揾翻個你哋個頭目啦，所謂。其實不是更加有用咩？係啊，即係再積極啲咁樣諗，其實你哋應該係，既然有咁樣嘅魄力，五個人食一個飯盒，或者成日都要為咗嗰啲咁樣嘅，即係同啲警察衝突啊，點樣齊心啊，點樣抵抗啊？即係你哋既然有呢一種魄力啦，咁點解你哋又唔去從政？即係你攞啲時間去讀書，然後去，我諗。由立法會議員即一路上去都不好難啫，係嘛？即係唔會係一個好艱巨嘅任務咯。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好多人即完全係反其道而行啦。即你有得做一個人唔做，咁走去做只狗啊，舉人哋國家嗰啲旗啊，搞翻啲星鬥市民啊，即威肉酸，我真係都唔識講嗰日同。我嗰日同我身邊嗰人講起，即係佢都一輪嘴咁樣喺度話，即係根本香港而家人做緊嘅嘢係完全係冇作用，即係你不斷咁搞落去，其實講真，啲有錢人揸住咁多錢啊，即係只係睇緊個位入市咋。而家我記得幾個禮拜前元朗搞事嗰陣時，即刻嗰啲街鋪本身傾緊嘅，即係賣嘅諗住，跟住就即刻冧咗五球。其實五球唔係好多啫，因為你個冧心大啦。咁但係你見到都冧啦。咁而家呢段時間都想買樓嘅普通星鬥市民又未必會喺而家呢段鐘數買啦，可能又會想所謂睇定啲啦。咁而家你個市冧或者遲啲出現裁員潮，如我之前所講，其實。你最後得益的是誰呢？是啊，你是益了一些本身拿著cash的人，他們不收有錢的。我想你本身有一千幾百個啦，你走去掃車位或者去入市啊，或者你現在基本上隻隻東西都倒了，那你明明是，其實你益了一些所謂比較有錢的人咯，是啊。但我想很多人都不明白，你們還會覺得可以搞到香港現在這樣，自己是贏家，自己是就是很厲害，自己這樣。唉，我都是說那句，即你不滿意這個地方，即你一是可以走啦，不走的話，你覺得要去抗爭些什麼？我想是不是真的從政會好一點呢？為什麼你們又不考慮你們整班人走去讀上去，跟住入政府部門，咁你咪真係可以喺結構性上面改變呢一個香港咯，係嘛？咁但係我知道講呢啲又會挑起到你條筋咁，
你明白現在我的片的立場或者是我自己說的那麼溫和，但很多人都接受不到，即會覺得哇好好生氣，看完之後唉，即我身邊的人看到都說唉，如果你說這些話都要生氣，人們不用出來這個社會做事，即更加苛刻，更加黑人憎，更加人身攻擊的事你聽過沒呢，是不是？但我知道香港人就是個心很脆弱，我都說在我認識的很香港那些，即香港土生土長讀書那些都是的，即擲偶那裡是完全沒辦法接受一些跟自己不同的人，一定要做港大配港大，港大配理大已經是覺得一個很大的懸殊了，跟住覺得拍少幾年拖，四年拍拖已經覺得很快了，結婚跟住要很多嘢一致啊，屋企背景啊，兄弟姊妹啊，即係嗰個狹窄咧，係我覺得過多一兩百年都唔會變嘅，即係香港呢個地方，即係引致到而家就係啊啲人個腦塞曬，你同佢講啲另一樣嘢，即係講佢哋個腦以外諗到嘅嘢咧，佢哋已經係好反感，好反感啊！即係所幸嘅就係我身邊冇，即係冇乜呢啲人，有都唔會同我講，我諗佢都唔夠膽話俾我聽，佢哋係咁，係啦。這一段時間即你們見我不是經常出片，之前出得很密，試過一天兩條，即最少一條，可能我有自己的 vacay， 我有自己的事情去做，經常都到處去，其實開始香港，老老實說香港現在發生的事情都很難，即是頭那陣會觸動到我多一點，跟著打後其實現在已經沒有那種，即係冇乜嗰種令到我好大感覺，即係你問我一條片集會出雷彈點樣示威戴頭盔蒙面嗰啲人，你話俾我聽係琴日發生、前日發生、大前日、兩個禮拜前、一個月前，我根本我分唔到，即係做啲嘢都係差唔多，講啲留言又係差唔多，點樣抗爭到底啊？咩兄弟同心啊？怎樣即是在這裡計算很多的雞仔數啊，幾個人吃一個飯盒啊，跪地啊，是啦，即是已經看到我都沒什麼感覺，其實不是我不想拍，我自己都沒有興趣的，我都不知道怎樣拍，是不是？即是很多人都以為我是靠 YouTube 吃飯啊，那其實我想我現在的行為已經表達了給大家聽， YouTube 是一個我興趣的一個發泄的渠道，即是我覺得如果一件事我沒有興趣，我很難為了那個小小即是個 view 啊，這樣就逼自己做，你叫我每天好像新聞報導這樣去出現在發生什麼事，或者做一些 reaction video whatever， 即是所有事我都可以做，但我沒什麼興趣，我相信我沒什麼興趣做一件事的時候，你們都會看到，你們都會感受得到，還有這一陣子我真的，其實我不是想攞彩，是我的私生活相當之開心，即是我的生活是 很快樂啊，所以我覺得我要去投入，又要去看回這些這樣的新聞，其實真的沒什麼，沒什麼意義啊，是啊，我相信不是只有我那是這樣，我的生活，我住的地方是不會面對到這些東西的，即是我不會看到示威者啊，或者現在他們搞的那些地方，其實永遠即是我不是住的那些地方，那你說我口響也好什麼都好，那我為什麼要無緣無故插一隻腳下去，是的，即又要去看這些 video， 所以即是容許我給自己放下假啦，其實這個暑假本身我計劃了很多事做，我都說我八月的時候我打算試一下自己一個人去那些北方的地方，我又現在打算去我打算去西安找武耀成，但武耀成現在在正在吵，因為他被中國政府現在刮緊他罰錢，跟住也想過去，即最想其實是去成都啦，還有重慶啦，跟住無論嗰啲東北嗰邊，我唔係咁想去。始終對東北，可能以前去過青島咧，即係麻麻地，我覺得杭州嗰啲啊，之前又去做嘢啦，咁所以
想去啲之前做嘢未去過嘅地方。咁啊，都好快噶啦，可能我好翻啲啦，即系咁我就買機票咪可以走噶啦，即系可以去嗰度睇下。到時候都應該會拍 vlog 嘅，一個人去，係啦。咁啊，即系呢一段時間，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問我啊，即系俾大家嘅意見，中谷你哋睇緊我嘅片嘅你哋啦，尤其是香港人啦，其實我都覺得應該過翻自己嘅生活啦。我已經回復翻我自己的生活都好幾個禮拜，即係係嗰種連個心情都係。我之前其實係嗰種咁，即係我最出得片出得密嗰期咧，其實我係好唔開心見到香港咁，跟住坐喺度都會好抑鬱啊。有時候可能會揾身邊啲人出氣啊、發泄啦嚇，喺度呻啊。但係而家嘅我已經唔會啦。而家嘅我，我覺得即係有少少。可能麻木咗啦，跟住又會覺得，其實老實講，我唔睇嗰啲新聞咧。以我平時嘅活動範圍啊，因為我又成日唔喺香港啊，咁其實根本都唔會，我唔會接觸到嗰啲嘢嘅，係除非我特登走落去嗰啲我平時唔會去嘅地方度特登睇啊，係啊，我係嗰種一年都去唔到一兩次。即係咩旺角啊，嗰啲咩尖沙咀啊，真係一年都去唔到幾次。所以你話而家有呢啲嘢搞緊喺啲市區，我真係真心覺得係為咗嗰啲喺嗰度生活緊或者係嗰啲星斗市民覺得慘啊。係啊，真係真心咁樣覺得。你 for 一啲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樣成日都唔喺香港或者係。根本不是在那個範圍生活的人，其實我們又沒什麼，即是你怎麼搞其實都搞不到我們，是的，那你，我只是難，即是覺得啦，難為了那些的，在那裡附近生活的人，可能你住在那些舊樓啊，或者是市區上面的building，那你那些人是真的無遮無擋的嘛，即是你變了，你下面搞的事其實上面是很慘的，真的住在上面那些人，那你是真的搞到那些人咯，是的，我都不是什麼有錢人，但我相信更加有錢的人，你們是更加搞不到他們咯，即是在一些星斗市民，其實你是先是真正的受害者，是的，你稍微住得 private 一點，或者你是即是你的生活圈子 不需要逼地鐵啊、逼巴士，其實你搞極，你即係你淨係害翻你自己同你同類嘅人啦，係啦，呢個就係我即係呢條片想講嘅啦。同埋我真係真心覺得，如果你哋想改變呢個世界嘅，你哋應該去從政。係啊，你想改變呢個香港嘅話，唔係做呢啲將自己變成一粒曱甴，跟住做埋啲嘢核核突突咁樣，即係有一條街度。搞嘢俾人影曬，人哋俾毒品你，你又吸咁樣，唉，係啦，真係好肉酸，就係咁啊！呢條片係啊，希望唔會太 trigger 到你哋啦。